哎，一会儿你们要见畸形事儿啊，有眼力劲儿。好啊，你不是麦霸吗？哎，交给你了，没问题。今天好好把场子给我热起来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气氛组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个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涛涛你来啦！对，我刚才有几个局。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涛涛。几个局？是不是比照片里面更帅、更可爱啊？真的、经常在沙姐的口中听到你的名字啊，都是怎么说的？那个就是说，等，那个怂，那个怂。刘姨是吗？是吗？不是，刘姨不是。哎，停！我刚刚一直在思考，他为什么开场会说你一直要唱这个麦？是麦霸吗？哎，交给你了。后来我知道了，因为你后来姐姐只有一个麦了，如果你想跟男生合唱，就只能两个人用一个麦。真的呀？哇，这么厉害的！第一个就秒对，而且那是刚才大家都还没有注意的。就刚才有没有注意到，金莎一来就把那个麦给了那个穿白西装的女生，说你不是麦霸吗？你就抓住这个麦不要放手。然后啥？我都没听清那句话。要注意每一个细节。我们后面有专门因为这个就是设计了剧情，现在咋办呢？我们没了，我这戏都卡在这儿了。我再加一点。没事，赵演。好。小小年纪厉害呀、太厉害了你！不要不厉害能行走这么多年不被骗吗？简单。本来我还想说只有两个西红柿，会不会一人咬一个？但后来我发现不是西红柿，那不是西红柿，那是响锤。我以为它是西红柿。你说这是西红柿啊？西红柿？你没说那是圣女果呢？小杨把这环节当大侦探录了，真的是。